我是铁道旅行白走了吧，在2007年12月8、11号美术馆站，18:08所拍摄是3250次机场频道信号，行走的全台等下进站，这相片馆站这点的机关航线，而且各自在点到相片点两百。面前这班是3294机场频道信号频道的1566+1565。双车对对2019台湾东关站人道彩绘又要改造8辆的主题啊，全都老样子，对吧？这组依然是跑的3294，然后等下跑的是3034区间快车。然后现在的3250是进入平常信号，新主人的全特大点，再等下进站。这生命观站这对我们的极光海边。513这机场信号，这这的一点头在8级机关之下，就是行驶至道门机关的通过。有相片观站这点的机关航线。啊，我的3250也要来了，是吧？两班车一起拍好了。513进行信号，这的1288加上126，这样124吧，反正双电头新式自动盲举框，以及1288型圈套进行平行信号，行左行的1288型8辆左圈套使劲，没事完全对。这相片观站这地方的举框面，双500型交汇，一个是有彩绘，一个是没彩绘的1288型圈套，两个500型跟一列举框哈，双电头新式自动盲举框哈，谢各位。然后这是原装的1288型圈的，那相片挂在这电台去挂的。要不要是536那一组吧？可以。那相片挂在这电台去挂航线，1571区间特谢贵，就这样，拜拜。